Angelababy 这次华表奖的造型可以说是非常低调了，没有穿的大红大绿，甚至化妆都很清淡，算是保持了一贯有质感的水平吧。和小花们一样，年轻人不怕冷，所以直接吊带小礼服就上场了。但是北京的冬天是什么气温？老一辈的艺术家的穿搭很能说明问题。年轻人们表面上光鲜亮丽，背地里都在瑟瑟发抖。Baby 也是绷不住了，走完红毯立刻裹上了一件看起来非常暖和的羽绒服。站在这条路上的观众可以说是很幸运了，完全是近距离的感受到了来自大宝贝的美颜暴击。网友拍下的这段视频画面有点糊，但是随手截的一张图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貌，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即使没有穿礼服，明星光环也很足了。这位网友本意是想记录下 Baby 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全过程，却无意中也把对面吃瓜群众的真实反应给拍下来了。首先是这位大爷，可能他本人都不太认识这位明星到底是谁，但是目光依然久久不能移开。接下来是三位蓝衣小哥，他们的表情那才是精彩，哈哈哈。第一位小哥整个人完全看得呆住了，本来是要用手机拍照的，结果 Baby 已经从他身边走过了，他都没反应，完全忘了要拍照这回事，哈哈哈哈。其他所有人全部都是一脸痴汉的模样，脑袋跟着 Baby 180度旋转，视线紧盯小伙子们的表情，不让人想起之前易烊千玺表演节目，他旁边的一个妹妹一直仰着头看他，一双眼睛放着光。谁说只有我们女生追星的时候才是星星眼？男孩子看到漂亮的明星也是一样的反应吗？路人看到 Baby 的反应也从侧面证明了大宝贝的颜值多么能打，现在检验爱豆的颜值高低都流行看路人抓拍的生图。在这个方面，小海绵的妈从来没叫人失望，福气了，福气了。